东西收起来，不然取消你考试资格。马上收拾。今天的考试一共三道题，满分是100分。考官，今天考什么题目啊？竟然想打探题目，扣你一分，这都要扣分。第一题，测评这款草莓胖胖杯。好嘞。哇，这么难打开这个盖子，通通倒下来，通通倒下来。物品摆放不整齐，扣你2分。哎，草率了。有焦糖、起泡胶、仿真草莓酱、鲜泥水，还有糖果粒、草莓哦，毛毛球。介绍得非常仔细，加你3分。耶、yeah, ，打开一下，我要起泡喽。白白嫩嫩的，还有一股香味哦。戳戳你的小肚腩，哇，胶感很实哦。喂，哇，轻轻拉几下，你看这纹路多清晰。好美哦！老师，我起泡了。嘿，这泥有点软哦。自己技术不行，还怪泥软，扣你2分。那我还是不说话算了。哇，这泥起泡已经3-4倍了，起泡非常成功，加你4分。耶、yeah!起完泡泡就把它放到胖胖杯里。哎呦，有点粘手哦。可以了，老师。嗯，放得这么丑，一点都不好看，扣你2分。我装饰一下不就漂亮了吗？竟然敢反驳考官，扣我1分。装饰物走起，草莓来喽！给你加点果酱，最后撒上糖果粒，完美。撒的到处都是，扣你2分。做得这么辛苦，还扣分了呀？不过你摆盆还不错，给你加4分。才加4分啊，考官。第二题，蒙眼猜谜。老师，考试为什么要蒙眼啊？敢质疑考官开的题目，扣你2分。我还没开始考就没2分了。哼，戴好眼罩没有？可以了。好，加1分吧。蒙眼猜谜，第一款谜。哎，哇，这么细手指，哇，拉伸性贼好，这一定是起泡胶。哎，对了吧？加你1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是哪家的起泡胶？你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？你猜不出吗？啊，我说，这是蛋蛋家的，对吗？答案错误，扣你2分。啊，这到底是谁家的泥？第二款泥。哇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假水或者棒棒奶。答对了，加5分。耶耶耶！哇，太爽了。还一股的草莓味，还在玩，马上下一个了，扣你3分。第三款泥，哇，这个怎么这么硬啊？哇，这么用力才能拉伸，嘿，这个绝对是老头液态玻璃。哇，答对了，加你5分。哇，帅气。最后一款泥，啊？这是啥呀？化泥吗？回答错误，扣你2分。啊？咦，这个是啥？老师，这哪里是泥？你坑我吗？你是考官还是我是考官啊？扣你5分。这考官也太自我了吧？还唧唧歪歪，无视考堂纪律，扣你3分。最后猜中2款泥，给你加2分。这么扣才加你2分？最后一题，不用手的前提下，把星座里的珍珠抠出来。抠珍珠，哎，这星座你还是蛮好看的嘛，哈哈哈！我是金牛座的，有金牛座的小可爱吗？评论区扣波一来集合喽，金光灿灿的，超美哦！你们是什么星座的？废话多多，扣你2分，我马上扣珍珠。喂，哇，里面这么多珍珠，扣到什么时候啊？嘿，听到太爽了，解压。这个你好美啊！扣珍珠吧。哎，怎么用手扣啊？审题错误，扣你2分。啊，我有办法了，白醋大兄弟，往你来。舒爽，小星星，往你来。我嚼，呜、哦，乖乖的融掉吧。珍珠上岸吧。考官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，那给你加5分。耶、yeah ！但是这么臭，扣你6分。我不是完成任务了吗？还要扣分？我给你一个加50分的机会。好，这里一共有多少颗珍珠？告诉我。
刚刚扣完珍珠，现在还要数珍珠，不数是吧？那考试结束，扣了那么多分，那我还能及格吗？评论区告诉我，喵 yes。